我说你别闹，我说没听着。再见了我们的青春啊，在记忆里生根发芽。闹去吧，我买好吃的去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，你买好吃的去，我去干呀？又不给我买。我买香蕉，我不爱吃。苹果，不合口味。橘子，不是我的菜。火腿肠，停！什么玩意儿？火腿肠？那我必须得去呀，爸呀！你这俩脑袋加一起整500，你说你让人忽悠咋整？哎，对了，爸，你知道吗？那火腿肠啊，现在分鸡肉味的、牛肉味的，我俩就喜欢吃那鸡肉味的，那多买点鸡肉味的啊。买牛肉味的。鸡肉味的。牛肉味的。听话，乖，咱要鸡肉味的。牛肉味的。我不跟你去啊！哎，走吧。